开台啦，开台啦，交电波嚟睇得歌，听到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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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有人话冇，人和好好 play， 系啊！如果你有睇，你有睇我今日都上载咗一段人王片嘅。我玩人王咧都玩得几好，唔错，技术都 OK 劲嘅。咁啊，我玩亲咧都一定系用啲特殊玩法嚟玩嘅，即系我就唔会话啊，一定系用死啲咩招嘅。我系一个好乐于勇于尝试嘅人，我就冇乜嘢嘅，即系我就哦好啊，试下呢啲咯，又话点啊？今次如果你有睇咧，你又会见到我系用一个，我系卖少少骨，卖少少透露少少俾你听嘅，就系、我系用一个，我喺人王咧，我通常用啲好少人用嘅武器。人王有两大冇人用嘅武器，如果你之前有睇我玩人王嘅片，第一个咧就系锁链，冇咩人用嘅。我话俾你听，点解会知道冇咩人用呢？好简单嘅，嗰只 game 入边咧，你有得打。打即係你會見到有時地下人哋死咗咧，佢又會有一樣嘢叫唔知咩荒魂定乜鬼屍狂會叫，咁就係其他玩家死咗就會有個好似劍重咁嘅嘢，跟住你行埋你又可以睇到佢裝咩武器，咁你可以叫佢出嚟打，你打死佢有裝備，咁咧你行過嘅時候咧十個有九個咧都係攞劍。跟住其餘咧就槍，第二多人用。之后冇人用嘅咧，就系咩双刀啊，双刀都多少少人用，最少人用就一定系锁镰同埋斧头，斧头系最少嘅，好似而家好似斧头仲少。咁啊，你今次咧我就系用嗰个斧头嘅，咁而且我斧头咧就用斧头唔系话非常特别啦，首先即系未去到话超特别，但系都已经少人用啦，冇人去钻研斧技啊！我用呢个斧头咧，就系、我系谂到啲特殊玩法，我净系用一招。咁想知系边一招咧？你自己入去睇下啊！你 Underground TV Facebook 嗰度，你睇我人王嗰段片咧啊，今日先至新鲜滚热辣上载嘅，你又可以睇到啊 ！Weak Spots Yaksa 呢个就系咩？呢个就系、一个提示啊！话咩啊？又话斧头屈到爆，黐线冇人用。我话俾你听，咩？你知唔知点咩为之屈机？我话咩？呢个游戏世界入边咧，屈机嘅嘢咧，一定系最多人用嘅。啊，我话俾你听，一定系咁啊！我就最嗱，我话俾你听，我咧就系咩武器去到我手上都系屈机嘅，就系咁。可能你就会觉得咁样咯，俾咗你一个错觉啦，系嘅。你会睇到一种错觉，系话咩斧头屈机嘅，因为点解？因为喺我度，我手上使用出嚟咧，你就觉得哇好屈喎。跟你用上手嘅，你就可能话：，点解咁难用？点解我用落争咁远嘅咧？哇！哎呀，哇咁废，你一路用一路闹把斧头，哇垃圾武器，点，巴拉巴拉巴拉，狂嘈狂闹，爆粗啊！系咁闹，话咩垃圾有北市，点，唔公平。啊！我点解大叔用到好似哇神兵利器屈机武咁样喎？点解我用又我吓一命屎咁啊？咧点解咧？就系因为嗰个技术问题，咩嘢去到我手上都自然劲嘅，就一定系咁样啦啊！咁啊，我就用斧头啊，用你想知我点样用得劲，你又可以睇下，梗系你自己试。你可以自己模仿我嘅做法，你又会发现做极都做唔到，点解？因为呢啲唔系咁容易做到咯，啊，又讲下亲亲你好吗？但系结果我好吗？唔好意思，系亲亲我好吗？但系结果，因为我今日咧，我话咩先同大家讲先，今日我系会提早收台嘅，点解？因为我系睇医生噶嘛，医生证实咗我眼睛生咗眼疮。有咯眼疮，要我早啲休息。佢话咩要早啲瞓。我而家都系尽量一只眼嚟打机，你知唔知？眼疮咧系咩？即系我都好耐冇眼睛嘅疾病嘅。咁咧其中一个就系唔同眼挑针。咩为之眼挑针咧？就系眼挑针咧就喺你眼睫毛嗰啲位置啊，咁上下咧就会生个粒嘢。咁咧就你会见到一粒细细粒好似暗疮咁样啦，就系咁样，梗系有啲脓挤出嚟。咁眼疮唔系，眼疮系生喺边嘅咧？就系生喺你嗰个眼皮上眼皮入边，
即係你要揭反起你嗰個平時眨眼個眼皮咧，嗰啲你會見到紅紅地色嗰啲肉定點樣啊？嗰啲入邊嗰啲組織，咁佢話就生咗喺入邊。我自己 feel 我 feel 唔到嘅，醫生就喺度同我話眼睛唔係好舒服，好痕，同埋眨眼有啲痛。跟住佢又去睇，之後佢就話：哦，可能係生。跟住佢就照啦，佢話生眼瘡。但我屋企人就話睇唔到，佢唔知佢咩照又冇。咁醫生有啲咩中谷咧？佢就話就係話咩佢話熱敷，佢話熱敷同埋佢話熱敷就可能快啲好啦。跟住滴下眼藥水，跟住就走得啦，就係咁樣。即係佢話都冇啲咩特別可以醫嘅方案。佢話咩？如果大粒嘅眼瘡就可以即刻割咗佢。跟住我心諗聽到都驚，我話點割啊，大佬？因為咧嗰粒瘡喺眼皮入邊，我唔知點割啦，我都覺得勁危險。咁我唔知道。咁啊，跟住就問佢咩成因，跟住佢就話咩啊？其實眼咧，佢話同咩眼睛同你啲皮膚一樣嘅眼皮，佢話咩有啲皮脂腺，皮脂腺咧就係嗰啲即係好似你毛孔定點啊，分泌啲嘢。佢話咩咁慢咩咁啱塞住咗，個堵塞咗，跟住咧就可能會谷嗰粒眼瘡出嚟咁樣咯。咁跟住就話有冇得快啲好啊？好唔舒服喎、啊，隻眼有時有眨眼少少痛啊，未知好痛，但係話有時痕痕地，哇！我有時痕痕地，好難頂喎、啊。佢話冇啊，滴下眼藥水啦、啊。跟住就話咩熱敷，之後我話會唔會腫落好大？佢話有機會㗎。咁我話點先會腫啊？話唔賣㗎。佢話咁樣講，跟住我就哦。咁我話，跟住我話，我唯一可以做就係呢兩樣嘢。佢話係啊，佢話有啲咩事就再睇啦。佢話咁講就係咁樣，係嘛？我星期六日都仲要 OT 有嘢做，做勁嘢，所以今日都要早啲休息啊。呢啲唔同咩眼挑針啊？我話俾你聽，眼挑針係唔同嘅。眼挑即係不過同呢啲都係同夜瞓啊、用眼多啊、即係你眼乾啊嗰啲都有關係嘅。啊！即係同埋天氣乾燥啊，又有影響啊，嗰啲咯疲勞。咁你疲勞啊，咁你眼睛就攰，咁啊自然可能少啲淚水啊，巴拉巴拉巴拉，咁啊咪會可能堵塞毛孔咯。你冇咁攰啊，隻眼冇用咁多力嘅，咁啊冇咁乾啊，或者點又會好啲咯？啊！在眼底入面生，我都是第一次生。跟住我話俾你聽，一開頭咧就有少少痛，跟住同埋你有時會覺得好似長期有粒沙入咗眼，但你捽極都捽唔走嗰粒嘢，你又好痕，有咩事啊？隻眼點點點，哦，咁但係就梗係唔好捽啦。呢、這個情況就盡量一定要忍住嘅。咁最好嘅方法就係、是、即係好似。好似啲人咁樣就係長期整住攞啲紗布冚住隻眼啊，或者點啊牛頓咁，點解要整嘅眼罩就係你，因為你成日眨眼嘅話，就係開開合合可能刺激到或者點啊，咁就會咁樣咯嚇。咩睇人沖涼咩生眼挑針，我都估到你會講呢啲。你邊有咁呢個年代仲可以咁容易睇到人衝？我想知道你日一呢世人有幾多有睇過幾多次人哋沖涼，仲可以點樣睇到嚇、啊？即係古代，即係嗰啲咩嗰啲咩嚇啲紙門啊，唐朝或者日本咩紙門定點篤穿啊睇啊嚇、啊，或者係咩啊？或者喺嗰啲日本嗰啲矮嗰啲屋啊，咁啊个檐棚矮矮地，咁啊趌高只脚咁啊睇到啊，系嘛？咁啊可以偷睇到人哋冲凉。咁我想知现代咁大家香港抵住高楼大厦，咁你哋系咩点样睇人冲凉啊？咁啊点样做到呢啲咁嘅事啊？啊去缩型，咁我而家系咪喺缩型啊，大佬啊露缩型？宿营都好难啦、啊，闩门啊，大佬啱唔啱啊？吓，同埋你净系可以入到男嘅冲凉房，男女有别。你宿营嘅话，你都冇得入去偷睇，偷睇女仔冲凉啦，啱唔啱啊？系嘛？好嚟啦，所以就呢、這个就冇呢、這个就冇科根据嘅，咩偷睇人，咩冲凉点点点点点，吓、啊？好、哦，小心啊！有機會，嚟啦，有機會啦，反攻先，睇下點啊！
俾得靓啊呢下，好，应该有人想偷我波啦，古古惑惑，靓啊呢下，俾落去，可惜啊，俾人偷捉到路唔紧要，弹翻去中间。吓，哇，求啲狗，又话细个嗰阵生眼疮，医生打麻醉针割咗佢，要一星期先好翻啊，哇！咁大镬，即系应该生得好大粒嗰啲咯，就佢话大粒就要割咯，系嘛？啲人有啲人话好似可以截出嚟啊，好似话，不过我唔使割嘅，我就好惊开刀嘅，我个人就系好怕开刀，吓、啊。亲啊，我好妈，但结果系点啊？我唔知道，我净系睇到话佢哋考 DSE， 考 DSE 之前有一样黐线嘢嘅，就唔知话咩嗰个希顿咧就咩突飞猛进成绩。跟住咧就话咩要调位，跟住咧就话咩希顿你可以调位啦。跟住我点解啊？佢话咩？咁于是就话咩？因为你今次成绩咧咩？相信你付出相当大嘅努力，好多咩突飞猛进奖。但系我心谂黐线，即系咩啊？歧视，即系分数高就坐前面，分数低啊排后面啦、啊、咁样吓、啊，即系唔理你啊，执你埋一边咩？大佬边有咁啊？大佬啊！歧视啊！啊，即系吓、啊，如果你矮生得矮，就算啊分数差，就一定要滴去武雷公咁远，等你睇唔到黑板，俾人遮晒啲头都得咩？大佬，黐线嘅，点会咁样啊？啱唔啱啊？坐座位，你话啊调位咁啱，我哋要调位啦，差唔多啦，咁啊合理。你话同分数挂钩咧，就有问题啊？边可以咁样啊？大佬，啱唔啱？跟住咧，嗰幕咧系劲白痴，咁咧就咁啱希顿咧就坐喺嗰个咩 Venus， 坐喺嗰个女主角嗰个鳝鱼，佢坐喺佢后边，跟住咧仲要传纸仔嘅，佢即系唔系传纸仔，佢唔知搓喺个希顿咧就搓个纸球掉落去嗰个 Venus 嗰个膊头嗰度，跟住跌咗落地啊！我心谂系咪白痴啊？即系你哋咁近啊，将张纸仔递上前面都已经得啦。咁样掉嗰个纸球咁大嚿，方死其他同学睇唔到你哋喺度拍拖喺度，啊喺度入一嚟，二嚟就系都老师发现机会率都大啦，大佬啱啊！咁样掉个纸球冇声啊，都劈咁样一声跌落地啦。资质阿 Miss 即刻拧转头，咩事？边个喺度传纸仔？哦，喺度讲呢啲咩想拍拖，即刻又读出嚟啦！啲 Miss 就会啊喺度，啲 Miss 通常执到人哋传纸仔就会喺度讲呢啲嘢啦，啊！咁我结局冇睇，我就睇到呢 part 啫嘛，睇到呢 part 梗系唔知咩跑咩亲子活动，跑咩马啊，系咩要去法国，佢话要去法国，嗰、那个希顿要去法国同成吉思去咩法国。咩学处啊嘛，跟住佢话咩佢 DSE 超好，但系佢都想照样去呢一个法国学处，之后就冇睇啦。啊，结果系点啊？你话俾我听啊？结果系点？你讲，我估中晒啦，咪又系 BBQ 结果，咪又系开开心心，一家人齐齐整整，啊，咪又系咁。佢最后表达嘅嘢冇可能唔系呢样嘢。啊，咩反正我估错，黐线，估咩错？错咩啊？边个有错啊？系咪最后表弟一家人齐齐整整啊？佢咪又系认翻佢阿妈？嗰啲路我有睇啊！开头佢话你永远都系我阿妈，佢就系咁样仔，一家人齐齐整整，有咩问题？中心思想已中正。我都话最后有啲咩亲子活动，几家人一齐咪又系有呢一集又冇啊？最后一场咩跑步亲子跑步大赛又中正啦，又中多一样嘢，仲有边样冇估中啊？吓、啊？最后韦家雄有冇同陈敏之一齐啊？啊，有啦，一定有啊，唔使问啊，中正。韦家雄系咪同陈敏之一齐？啊，好，嚟啦，又中。韦家雄最后同陈敏之下发生感情线，又中正 ，bang， 啊，连中三元过三关。啊，哎呀，可惜啊。也冇一齐，冇，前日冇讲到系嘛？啊，咁系点啊？后屘佢哋点啊？冇啊？咩最后系赛车结局？赛车结局系点咧？咁我之前个有亲子活动咪一样咯，咪一大班人一齐赛车咯，咁咪又系一样，咪又系咁个套路啊，差唔多吓。
有啲人话咩全部死晒，我唔信啊！最后全部亲得我好嘛，最后一个有个跌，有个灭门惨案，即系之前有个 Venus 亲生阿妈怼冧晒佢哋全部。啊！你抢咗我女，我而家要你不得好死，之后就插插插插，跟住攞刀片死晒佢哋，咁样灭门惨案之后就咚，即系播啲劲恐怖嗰啲音乐，咣咣，跟住就影住嗰个祝文君嗰个演员啊 ，Venus 阿妈，即系喺度最后个样就系流，即系咬牙切齿，跟住成面都系血，攞住把菜刀咁啊！是不是这样啊？最后结果不是啊嘛，大佬在那包我镜，是中正中正啊！之前我先是幕后玩家，这些我之前想中好的结局啦，啊，是怎样啊？最后结果是怎样啊？一起赛车，然后对着镜头，哦，我们赛车开始赛车咯，耶！跟住就全部人一齐揸车，赛咩车啊？一级方程式啊，无啦啦点样讲咩赛车？系啲卡丁车啊！好，咁啊，得啊，知你包拗颈啦，咩中正。讲开呢啲电视电影咧，有一样嘢都可以讲嘅，就系甄子丹。甄子丹咧又接咗一套新嘅荷里活剧喎，呢套剧咧。我相信你即系呢套电影啊，唔系剧啊，呢套电影嘅主题咧，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嘅，而且同香港有关嘅。如果你有睇过达叔咧，就啊达叔都有玩过嘅，啊相信大家都估到系边只游戏啦，即系有香港特色嘅。咁答案咧就系 Sleeping Dog， 瞓觉狗。瞓觉狗咧就阿甄子丹咧就会做主角嘅，就系、是、做系咪咩啊？威仙啊，系嘛？佢就做威仙啊，神仙达啊，做呢个下主角咁啊，咩饰演警察咩卧底咁样嘅，佢就会咁样讲咯。我话俾你听，佢应该揾我做，我话俾你听，佢应该最玩就我怀疑佢会将问我，可唔可以将你玩啲 gameplay， 你发展嘅过程，即系可唔可以攞嚟做剧本啊？我话俾佢一定，如果佢导演唔揾我，一定系浪费咗呢一个题材。我话俾你听，一定系要揾我去。首先剧本方面一定要由我嚟有份去制作参与嘅，咁我呢人我系应该要有演一个角色。哇！我都一定系要有一个角色喺度，因为我先最可以演活到啊！俾你啲对白，我都系讲得好清楚。咩啊？等我话俾你知咩叫眼前一黑啦！佢系咁样讲，系嘛？系呢啲系最熟，其中一句就系咩啊？咩跟住咩日字冲拳定乜鬼？有啲招式咁咩咏春？咁呢家可能揾甄子丹就系一嚟屈甄子丹好打啦，二嚟啊早排佢做过叶问啊，佢识日字冲拳，我话又揾佢咯，系嘛？仲有 M K 风啊，有呢个角色 M K 风啊，啱晒佢啊，有咩波叔啊？有波叔，仲有咩 ？You hurt Tiffany 咯，系啊，系啊，我呢个一定系要揾，我话咧一定系要强烈要求，一定要揾我嚟吓编剧演出，一定要我话俾你，荷里普天之下冇一个人系更比我更适合呢个地方，我话俾你听吓，系 啊，我会话俾你听要点演，我甄子丹，我话你而家一定要系咁样吓，点拍，我话导演，我系做监制，我就话咧嗱。甄子丹，你话你又唔可以再系即系好似以前嗰啲戏路咁样嘅，佢话呢一个角色系神仙达呢个角色一定系癫癫地，我话你唔可以咁样，我话太正气，我话你平时做过精武门陈真啊，同埋嗰啲叶问，我话一代宗师 feel 唔系，喂今次你唔可以再做呢啲噶啦，佢话你今次系要做个古惑仔。虽然是警察卧底，但系你系行古惑嘅，你都要入型入格，必须咧就要有个入魔嘅，佢要表现到魔性出嚟嘅，即系我就好好教佢演啊，点样喺度翻人台啊，点样攞个电话筒啊，殴人嗰、那个殴人个头啊，嗰啲嘢一定系要教到足咯，啊！又话咩？我系 Hitman 导演，而家想揾你做47，你肯唔肯剃光头？考虑下啦，如果你睇下倾下条件先，片酬几多？你唔系一开头就喺度咩剃光头，一开头就问人条件，你都要自己先讲啊！我而家要俾咩条件你？几多亿美金？
啊，不能够一开头就我而家要你嘟嘟嘟嘟嘟嘟，唔得咁嘅。啊，你而家系嗰只三顾草庐，诸葛亮就先去啊，咪刘备就先去挨诸葛亮三次先，系、啊、嘛？佢人哋都要付出咗诚意。啊！每一开头，嗱、啊，诸葛亮，你而家谂住点帮我啊？啊，咁样，我而家谂住俾个军师你做，啊、你肯唔肯啊？咁样唔会咁样嘅，都要自己俾个诚意先，就系、是、咁样噶，啊，啱啱，所以就系咁样咯，啊，咁啊，至于我咧，我好期待，好期待啊！究竟啊呢、這个甄子丹仲有啲咩其他卡士咯，大佬佢咁一定喺香港拍噶啦，系嘛 ？Sleeping Dog 唔都喺美国拍。嚇、啊、會唔會係喺？佢話：誒、哎、算啦，佢喺香港。佢話我好煩啊，啲街好逼啊，或者點樣拍戲唔方便，不如喺美國搭個景，會唔會嚇嚇喺唐人街扮船，或者甚至用嗰啲復特效特技啊算數啦，喺綠色嗰啲綠幕度拍定點樣 ？Sleeping Dog 仲有咩角色啊？有個黑社會大佬，有個大媽，有個勁大，即係大媽有個仔係勁大隻噶，跟住你可以攞咗佢把屠龍刀去用啊！最後一關，你記唔記得？我攞咗把屠龍刀，我堅持要用屠龍刀啊，同啲友喺度狂劈啊！啊，你有印象啊？嗰個角色都有做，就係做大佬咯，我記得係。啊！佢會唔會跟翻遊戲咁要得閒入去裝支香先？我而家要執行任務之後去拜神君，嚇、啊！打場都難。Tiffany 會揾邊個？嚇、啊！會揾邊個演？嚇、啊！蘇大媽，黐線！蘇大媽 Watch Dog 唔好亂撈到亂曬啲角色，嚇、啊！吓、啊、得啦，系啊，有啲人系咁讲得啦，有啲人啱啱醒咩拍车仔咩系咁讲得啦，系嘛吓？有咩？揾我做，揾我做 Tiffany， 可以啊，睇下咯，睇下我话咩，我都可以做，我又要演活 Tiffany 唔知呢个剧情佢应该会有系嘛？啲人又话咩 Sleeping Dog 咧，即系佢话有啲人就话咩间公司就即系而家已经系冇咗噶啦嘛，即系话好似话即系类似话唔系卖得好好啊，定点样？但如果是咁嘅话，点会开戏啊？即系我心谂系咪有咩系咪黐咗线？即系如果你讲只 game 卖得唔好，但系你又走去用佢即系故事啊或者点样？你通常都系只 game 卖得好先至会攞啦。喂，好 Hitman 咁啊，之前哇好经典咁、啊、多集，咁你先会改做戏咩？阿沙士一样啦，咁啊好多出咗咁多集阿沙士 Creed 就喂有得谂喎，系嘛咁多机迷，即系阿沙士 fans 一定会去睇，系嘛？啊 ，Sleeping Dog 唔好卖啦，又系荷里活开，你唔系话港产片话，唉，我哋香港好卖啦，因为讲广东话实最多人，即系一定系香港人买得最多。佢又唔係香港開拍喎，係荷里活個報紙社係鬼佬開拍，咁導演邊個未知嚇？咁、啊、所以就唔知道咯，即係我就會有一個奇怪之處，即係既然間公司好似一呢只 game 冇辦法令到佢大紅咁好賣，但係又即係又開戲咁好似同錢作對定點咧？啊！因為大叔玩過先至俾荷里活睇咗，係可能係有咁嘅可能性噶嘛。史忽寶嗰啲睇完就話：哇驚為天人喎、啊！大叔玩完之後話正喎、啊，佢話好啊，哇咁正嘅、啊，佢話呢個真係俾人低估咗嘅遊戲，佢話個劇情其實一絕，啊、加上大叔演繹更加係一絕中嘅一絕，超級上品，立即又會開戲啊！可能是的，即是我因為我所以我已經是、啊、幾年前玩的了，但是可能鬼佬那邊就慢一點，未紅到過去，是吧？現在看到了就好了，史忽寶看到了就這樣了，是吧？好靚啊，彼得！我覺得 Sleeping Dog 好玩過 GTA， 我嚇、啊、你，我講呢句嘢會唔會俾 GTA fans 狂鬧？我覺得點解好玩啲咧？首先就係、是、一嚟咧就唔係淨係用死用槍嘅，即係有時有啲打下交拳拳到肉都好，即係過癮啦、啊，即係唔係淨係嚇嚇誒肥嚟肥去，即係肥嚟肥去，唔係話一定唔好，但係
系有多啲花款咯，有啲拳脚技，即系你都会想有啲其他花款嘢啦。第二就系同啲人，同啲敌人嘅互动，都多你个足称佢去边度啊？即系多啲嘢做。GTA 都冇呢啲啦，咩称起条友啊嗰啲都做唔到。跟住第二揸车。揸車 ，Sleeping Dog 嘅揸車都好玩啲，咁啊揸揸下車，有一嘢可以冚落去，又可以成個人跳過去啊！即係有其他招數出啊嘛。有架車咧，你揸車期間你有個掣咁一嘢撳落去，就可以一嘢打橫冚落去。好似嗰啲即係真係飛車片一定會做嗰啲嘢啦，肯定就會警匪片一定係會有啲喺度狂撞追逐追車場面啊！呢一度又整得好嘅。跟住又係嘛？好嚟啦！而且佢係第一個整嘅，即係第一個遊戲有呢啲咁樣可以咁樣一嘢冚落去，即係飛車呢啲有呢種咁嘅系統啊！佢啟發佢開動嘅。咁之後就啱啱打交又有啲特殊啊、特殊環節啦、啊。除咗啱啱我話稱起啲人，跟住你又可以又攞咩電話筒夾啊，又可以抌人落車尾箱啊，多啲嘢玩咯、啊。啊！可以做到好多嘢，跟住又學下招啊，又成嗰啲打交 GTA 嗰個拳腳打交好白痴啊！按兩條友喺度按嚟按去，即係喺度重複做嗰啲動作。你唔會覺得好齋用拳腳嘅時候，你覺得好無聊，即係你唔會覺得好玩咯、啊。我而家劇情講真 ，Sleeping Dog 個劇情好一嚟易明，簡單易明；二嚟即係易明得嚟，你唔會覺得啊白痴定點嘅。跟住啲支線故事啊有趣，即係同翻個角色係有關係。咩 ？You hurt Tiffany， 即係你戴綠帽，即係你要同翻嗰個即係社會，即係同翻個角色係有關聯嘅，唔係無啦啦叫你啊有個人有啲咩特別需要咧幫佢，唔係有綠帽任啊咁啊幫自己除帽咁呢啲係好咯。啊啱啱，所以就系唔系啊？玩 Metal Gear 打交动作重复咁咪冇咯？你觉得好咩？永远就系、是、以前，如果你玩第一集 Metal Gear 打交就系咁样两拳之后兜一脚咁，你觉得我都觉得好白痴。点解一定要咁？一定要每次一定要咁样打一个一 set 呢个套餐机械人啊？吓，一定系咁样白白白，你个脑系啊？你系电子机械人啊 ？Snake 净系可以做呢啲咁嘅动作咩？大佬啊，唔好啦，啱啱军队。梗係有好多動作制服啦，啊爛仔交到咁多，何況軍隊啊！即係佢作為潛入 game 應該更加要整得好多啲呢啲招數先係啊，啱嘛？係嘛？因為好耐之前 GTA 有得學咩武術咩啊？黑人嗰集 CJ 嗰集啊，係嘛 ？CJ 嗰集咪好咯，係啊，嗰集都唔差，而家咪冇咯。有啦，咩做尖啊 ？CJ 嗰集啊，咩食嘢食得多会呕啊，定乜鬼嘢啊？即系都好多嘢玩啊！嗰集都唔错，咩踩单车会踩下个人劲啲啊，升肌肉啊！嗰集系最好玩，我话俾你听，嗰集就系真系 GTA 入边最正嘅一集咯，我觉得好过而家，讲真，好玩啊而家吓。啊！打篮球啊，又嗰咩打劫银行嗰阵已经有，跟住反而第四集系无极无聊，第四集系最算系做得比较差，即系得个画面得个靓，同埋嗰个城市大啊，跟住所以我觉得 GTA 嗰个 CJ 啊嗰集叫咩啊 ？San Andreas 啊，系嘛？好似系 San Andreas 系最好玩咯，啊又系啊，又有得咩收靓啊，有啲咩？有啲咩 homie 係嘛？佢係叫收 homie， 因為可以叫啲 homie 一齊有啲咩幫會嗰啲一齊搞啊嘛。啊，有啲勢力範圍嗰啲啊嘛嚇，好似三國志咁樣啊！你去霸地盤啊，跟住去稱人哋幫會，即係咩 come on homie， 因為你可以叫啲 homie 一齊上車，全部裝曬機槍啊，喺移動要塞喺度同人鬥肥。劲好玩，最好玩系嗰集咯，系啊！之后而家都讲真，而家咩三个主角都系多嘢多花神玩咗嘅，画面靓嘅，好过四啊！四啊真系唔好玩，讲真啊！你点睇 ？GTA 四真系麻麻地，成日俾个老表 call 好烦。GTA 四咧就唯一好咧就嗰个 K
劇情比較有即係易明啲嘅，即係好好又係主線比較清晰啊嘛。GTA 四廿一開頭，跟住又加入個幫會，跟住個幫會又係有啲咩問題，跟住就最後就唔知同個咩表弟一齊咁樣啦，即係一齊又發展幫派嗰啲啊，嗰個係易記啲嘅，冇咁散嘅。我覺得 GTA 四嗰個劇情。同埋最後嗰一幕係玩得幾好喎！最後一幕要攞電單車要追一條友啊嘛，好似係一路追嚇、啊，所以就係咁樣咯。你點睇？我玩 GTA 四咧，黐孖筋！我咧嗰陣時有個咩成就，極難玩。我爭嗰個成就啊，食屎梗係攞極都攞唔到。點解咧？佢就要玩呢個 online 模式。online 模式咧就有得合作嘅。咁咧就唔知要唔知佢话咧就要唔知几多分钟之内过嘅其中有一关嘅，一开头唔知系机场咁样定点样，咁啊极短时间咩五分钟内搞掂咁样啦。咁我嗰阵时同紫花嗰啲成日黄狗嗰啲一齐喺度玩咗试咗起码二三十次都搞唔掂，因为咧嗰个模式咧两个人玩咧一定系过唔到啊，即系唔够肥，一即死。我同紫花已經超勁啊，已經係極快隊都係過唔到。咁咧有一次咧爭啲過到啊，添咗一個超勁嘅人，揸飛機勁到抽筋嘅人。係提一提大家，因為嗰一幕咧，總之你喺機場咧，你最快的方法就係即刻揸架飛機走佬，唔知走去邊度咁啊過關。咁紫花揸飛機又唔叻嘅，次次都炒機，即係變咗係次次都我揸。咁咧有一次咧就添咗一個，即係發現兩個人玩唔贏啦，跟添咗個勁，即係添四圍添人啦，係嘛？上網添啲網友，咁咧有一個網友咧就係超勁，俾佢揸飛機，我唔識佢啊，我唔知又乜人嚟，即係上網亂咁 random 隨機抽出嚟。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個傻仔嘅，即係亂咁玩。即係嘥時間，即係我諗嗰個人勁人都係想解呢個成就先玩。咁一開頭咧就我同嗰個網上勁人同埋紫花咧就已經極快肥死嗰啲友啦。跟住咧佢就會開部嗰啲機場咪有啲細部嗰啲小車仔咁樣就好似運行你嗰啲人嗰啲工作人員揸嗰啲咁樣啦。咁啊即刻揸去揾架飛機要坐上去。跟住嗰個人咧，唔知即係我話廢嗰個人咧，就無啦啦中途落車，唔知做乜鬼嘢，傻仔，嗰個傻仔唔知做乜鬼嘢，唔跟大隊行。跟住咧就我哋已經個個上曬機啦，之後咧就揸即係已經準備起飛，等咗佢幾秒鐘，但係佢又唔知走去揸船，隔離有一部船揸。之後咧，跟住咧，本身咧，跟住就唔理佢啦，諗住，你揸船可能快嘅話，都應該可以唔知五分鐘內到嗰度嘅，冇所謂。咁啊，由佢揸船。跟住點知咧，嗰個神人勁快揸飛機，係開行 turbo 咁，冇剎個掣定點樣，係揸得超快，唔知兩分鐘就到。即係等咗幾分鐘之後咧，就發現嗰個人咧就揸船嗰個傻仔咧，就唔知喺海中心啊亂咁行，跟住又游水定點樣。之後個神人係勁嬲。點解我睇到佢勁嬲？佢即刻揸架飛機去佢嗰度啦，示意即係類似啊，快啲上嚟！但係佢又唔肯上，那個傻仔仲喺度游水定點？之後個神人勁嬲，之後攞個直升，佢好似係用直升機，如果冇記錯，佢勁到咧可以喺個水面上邊咧就唔會撞機，佢又攞個線魚俾一嘢扁死咗佢，勁到黐線！之後我同紫花睇到，哇 ！O 我嘴話黐線咁鬼勁嘅。哇！可以攞直升機喺度，即係勁近水平線下咁啊！佢喺度上下低頭，舉高頭咁樣，戳下戳下，一嘢界到嗰個傻仔變成肉醬。之後但係好白痴 GTA 個系統冇得即刻啊！我哋啲天文再開過，跟住嗰個神人走喎，資金我就爭嗰個就可以攞曬所有成就，獨欠嗰一個，抱憾一世。而家除非你哋揾人開翻一齊幫我哋過嚇。你記得咁清楚，仲唔係我？你知我係嗰個傻仔，你意思係咪我？你係想屈我係嗰個傻仔定咩？你言下之意，你係想屈我係嗰個傻仔定咩？嚇！死埋！我嗰陣時不知幾勁，我都幫手肥咗嘅，但係當然嗰個神人係最勁嘅嚇。即係咁樣戒死人咧係好難嘅，你自己揸你，總之你再有少少誤差，你部機就炒啦，就會即刻 bang 係嘛，而且都會戒唔中嗰個人嚇，因為係好準啊嚇，先至可以一嘢攞扇葉兜嘢將嗰個人戒成肉醬嚇。
啊、你知道直升，你想想直升机的扇叶永远是他头壳顶，他一定要将个头耷落去倾斜，对得劲准，而且直升机不是说啊，即系我长期好稳定咁飞喺度嘛，你要咁样喺度预测啲轨迹，好稳定咁平飞，一嘢咁样铲落去咧系超高技术，但系佢又做到，佢只手啊超定定点，唯系职业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机师啊，同我玩紧，但系就俾个傻仔叉祸咗，劲嬲我同紫花就哇搞错啊，我本身真系攞到过到啊，唉。是的，我在狂话啊啊又是什么，我玩 GTA 5 Prison Break 都有类似情况，即是什么，有个傻仔啊，定什么，你又遇到有些傻仔啊乱咁玩定怎样啊，什么吹到大一大，又不是我又不是说我炸，我都说是那个神人炸，我已经不记得我名了啊。你怎么看，你有冇你知唔知有呢个成就啊？你 GTA 4有一个一定要玩 online 嗰个合作模式，跟住先有。我话俾你，而且 GTA 4嗰个 online mode 咧，即系你想玩系极度白痴，劲难要 load 一嚟咧，你要揿入去咧，你已经系极烦啊！唔知等个 load 个 server load 好鬼耐先有一铺嘅。第二咧系极难揿，唔知揿个手机，而家你要即系你想同啲 friend 连咧，已经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嗰、那个极度唔 user friendly 嘅，好落后啊！个界面咧就因为佢嘅懒系嘢融入只 game 摆落个手机度咧，哇！个质即系嗰阵时又未去到话咩智能手机咁，佢未谂到一个新嘅界面，仲用紧 lock 3310咁上下啲界面咧，又好鬼难揿，一劈嘢嘅喺度又即系又要净系得上下掣。好似系咁，冇咩选项又成，跟住极难选，跟住而且入个 server 入好耐，即系就算好啦，咩而家话俾你听，揾咗四条友，跟住咧系哇，点解俾人系咁入啊？突然间，跟住咧你揾咗四条友要捞入 game 咧，系要等劲耐，吓、啊、十零二十分钟，所以就系咁样啊，吓、啊，哦，我哋要追翻啊，大佬。冇理由咁樣輸，即係領先緊兩球，俾人咁樣追，全攻贏啊喂！信者得救，就係全攻啊，冇啦，八十幾分鐘啦，而家唔攻等幾時啊？好，仲有機會，迪基啊，好彈一彈後先，好，唉，可惜啊，要齋呢下我哋要仲有機會嘅，呢下攞到個波有啦，佢哋應該會縮曬後啦，狂攻啊！上面啱啦，过头，喂有机会啊，掉啦，哇，喺边啊个波，好鬼混乱，唔知做紧咩事，一劈嘢，可惜噶，仲有保持，仲有保持，唔好气馁，护住皮球先，啱啦，唉，可惜啊呢下，俾得唔够深啊，仲有，唔好放弃啊，好，啊。好嘅，好嘅，仲系我哋嘅，好，抵啊！俾个飞臭，好嗱，俾到啊，食粥食饭，唉，睇你哋可惜啊，呢下争啲。咩啊？在后场直射对方龙门啊，应该可以啊。咁咪系咁样咯。啱啱讲到边啊？讲到话系咩？GTA 嗰个 online mode 咯，就系遇到个神人，同埋嗰个 online mode 好落后咯。啊，即系呢样又有个咁嘅问题，所以就好鬼即系后来点解我哋解唔到个成就，就系因为太烦，每次捞有时候会断啊、剩啊。梗系已经冇个人，梗系就已经唔想再试咯，就系咁。你啱啱我话有冇人试过呢个模式？你哋知唔知有呢个成就嗰啲啊？你哋都冇玩过，就话 GTA fans 都冇试过呢啲，吓啊咩？我就系嗰个神人，嗰、那个神人鬼佬嚟啊！一睇就知。嗰阵时我哋唔知凌晨唔知咁点玩。三四点啊，系咯，嗰啲鬼佬名，佢有讲嘢嘅，好似佢唔知有讲英文，劲嬲，唔知又系咩 what the hell 定乜鬼嘢啊，狂闹嗰个傻仔，
个傻仔我就唔知边度国籍嘅，我就唔知道。但系嗰个闹嗰、那个神人就系讲英文嘅，啊咩？我就系嗰个神人，好白痴，唔好啊乱屈啦！而且我玩得好好，咩个傻仔又系我咧，白痴吓咩 ？I'm God Human 乱笠廿四咩 ？Hello I'm God Human 黐孖筋。你肯定冇玩過啦！有人話俾啲我好多外國人全部係講廣東話，識打中文，我就係嗰個鬼佬啊！點睇？全部喺度屈。GTA Online 根本冇自由，同埋有時 GTA 有啲 online mode 嘅話太過無聊，即係擺即係全部人喺個城市嗰度。跟住就哦好啦，而家开波咁样，你哋自己中意做乜做乜，冇啊，即系喺度就喺度乱咁铲嚟铲去，系嘛？喺度乱咁射，跟住乱咁揸车咁样，就系咁样玩咯，冇咩好，即系唔系话好有趣咯。你啊好白痴，有时啲 FIFA 呢啲又系有啲问题嘅，你会见到啊？大家见唔见到啲？喂，走曬啦！因為啲波衫撞曬，你見到啊？紅，大家都係紅紅當當，啲黐線，得對襪咯，你靠對襪嚟認咯，係嘛？我話好白痴，都唔知點解要揀完波衫先，即係佢諗住咁樣可以快啲等啲友入 game 啊，定點樣？即係自動啊，幫你咩配對，佢諗住啊咁樣做。自動化咩都咁樣就最好咯，正常係會避開同色嘅，跟住就係佢呢個就唔知道，可能揾唔到啊！唉，算啦，佢話咁你哋是但啦，傻啊！以前咪好地地咯，揀完一隊好啦，咁啊，係嘛？就咩揀波衫，不過以前都有機會係咁嘅，有機會撳錯嘅，有試過自己揀錯，即係勁快兩邊喺度爭住狂快啲入 game 啊！啪啪啪！咁啊，拍鬼嗰个掣咯，有时候都系会咁样嘅，啊，你点睇？有人问我睇个狼人未啊？未睇过，不过有啲人咧就讲卢根，点解？因为我有阵时都好奇嘅，卢根一开头我都未知系咩戏，卢根系咩啊？写三级片咁样，跟住我就系咪正嘢？跟住原来系狼人，点解唔叫狼人，要叫咩卢根啊？啊！狼人啦、啊，狼人啦、啊，老咩根啊？吓、啊？点解？好啊，可能吸引多啲人。老根狼人个名咪仲吸引？点解啊？吓？你哋最中意 Marvel 噶啦？我都话未睇，我点剧透？系啊，话俾你听，我一剧透啊，套戏一定有关狼人，狼人一定会露嗰个爪出嚟，同埋会表现到佢复原能力好强，好强，搲完好快又回复。抵啦，劇透咗啊，唔使睇啦，咁样系咪劇透啊？啊？点睇啊？如果可以少啲嗰啲戆居嘢，有啲人话咧咩嗰个海报，佢话嗰个卢根嗰个海报咧，佢话咩好似嗰个咩失常案重现江湖咩夺命教剪脚，佢话咩同嗰个海报咧就好似佢話嗰當年嗰單新聞嘅咩失常案咩奪命教剪腳重現江湖，點解咧？因為個海報就有一個有個細路女咁就鉗住只腳嘅鉗住阿盧根阿狼人，咁啲人就話好似就係嗰個失常案教剪腳嗰個咁樣咯。我都覺得好似，睇完就覺得好好笑嚇。啊又话咩唔使睇啦，唔使睇啦，慈善咁样又唔使睇，吓系佢真名啊！呢集佢唔系用 X Man 身份同人打，咁佢都系 X Man 有咩关系？佢真名又点啊？佢都系狼人啊！佢系咪狼人啊？吓佢系狼人啊？啱唔啱？啊？话睇剧情就会知点解叫卢根，吓、啊、你中意叫佢卢根定狼人啊？卢根，好，卢根，你会谂起一啲其他嘢咯，咩卢啊，咩根啊，孖根啊，定咩啊，黐孖根，总之又系咁样。有人话咩唔使睇，黐线，而家就话俾你听，呢啲就根本唔系剧透，
根本就係可以講得，喂，咁唔使睇宣傳海報啦，你行過嗰啲，你行過地鐵一夜揼爆嗰啲燈箱啦，一除你一除駁落去啊，攞即刻好似羅嘅咁伸兩支爪衝埋搲爛佢，一腳兜爛佢咯，係咪啊？黐線大佬啊！最近有啲咩好戲啊？啊，有啲咩好戲睇啊？除咗呢一個盧根，仲有啲咩？有啲咩新戲啊？諗唔到喎、啊，鬼佬片咩精子啊？有喺度精子心諗，喂，而家幾廿年前，即係我哋依家翻拍唔係問題，但係你等咗勁耐啊，大佬有我咁鬼佬版精子係點啊？而家仲租錄影帶啊？唔係啊嘛？啊點啊？租碟啊？點都過時啦、啊，而家都冇咩人租碟定點樣啊？咁啊唔知啊。啊，仲有 King Kong 原咩King Kong 係金剛，咁 King Kong 而家嗰個劇情係講到邊啊？以前就係 King Kong 又冧條女咁樣，或者大猩猩係嘛？而家 King Kong 係咪同一隻嚟啊？即係咪都係嗰只大猩猩，定係已經俾人打死咗？而家呢一隻又有一隻新嘅 King Kong 定點樣？有冇人知道？集集都俾人射啊！咩射到变蜜蜂豆噶啦 ，King Kong 噶有啲坦克啊，飞机大炮 ，boom boom boom bang， 一定有啦。啊，有冇边集系 King Kong 冇事，即系冇俾人肥嘅，冇俾人打到变纸饼蜜蜂豆啊？同你输到啊！我话俾你，今集一定会有飞机啊，坦克车，哎呀对住 King Kong 狂 bang 啊！信唔信？啊！喺度呕血啊！警告，跟住话保护啲咩啊之类嗰啲，一定系保护个女人啊，定点样？啊，信唔信？有冇人知？就话咩异形，好似系异形有套新啊！异形呢套新嘅唔知好唔好睇，系咪又系讲以前有一集异形系唔知喺人哋个肚度爆出嚟定乜鬼嘢啊，都极核突。已经唔系好记得剧情咯，净系记得个女主角当时剪短头发，啲友话哇好特别喎，好少见女主角咁样喎，哇好正，又系咁样剪光头，跟住就自此好多人就话女仔光头系得嗰个人 carry 到，即系嗰个女主角系得佢做到啊，其他人剪光头女仔又唔好睇，系得佢先至驾驭到。哦，我识啊，争少少啊。好，仲有机会啊！你又俾咗落去，哇！可惜啊，控得唔好啊，争少少啊，控到个波。咩今集异形系喜剧形式啊？系啊，好啊，有啲咁有突破，吓、啊！咁咧之后仲有单新闻咧，就有单新闻咧就系有关李兆基嘅。大家知唔知边个系李兆基啊？系一个演员嚟嘅。我李兆基呢个名字大家未必知啊，咁我讲下嗰个边个角色佢最即系深入民心啦，就喺《食神》入边，《食神》入边咧就有一幕咧就系李兆基咧就同嗰个莫文蔚咧就喺个大排档度讲数嘅，讲下唔知争咩，以后咩濑尿啊我管，之后咩喺度争呢啲咁样嘅嘢啦，跟住咧之后咧就咩牛丸啊你嘅，唔知喺度嘈嚟嘈去，跟住周星驰就喺后边咧就喺度讲。争咩啊？沟埋嚟做濑尿牛丸啦、啊，笨！之后跟住李兆基啊，劲嬲啊！边个喺后边叽叽格格啦？之后就喺度叫啲友喺度，全部一个喺度噏念嗰个咩濑尿牛争咩啊？沟埋嚟做濑尿牛丸啦、啊，笨！叫人逐个念，就系、是、嗰个饰演嗰个其中一个黑社会，即系对同莫文蔚对立嗰黑社会大佬咧，就系、是、李兆基。咁咧佢就話係影圈四大惡人之一嘅，跟住其中其餘咧有咩啊？程灰安、大傻，之後仲有邊個唔鬼記得啦？有兩個，咁就佢話佢哋專演呢啲惡人咧，又話惡啊，即係好似嘅，即係入型入格。咁咧就佢咧就係佢都唔係專業，即係唔係話以前咧就讀一個咩演藝訓練班之類嘅，佢係中途突然間咧就係有人有導演見到佢話你都幾似呢啲喎，即係個樣相貌似，即係入型入格，我話不如試下做演員啦，咁啊，跟住就揾佢試戲啦。
咁咧就好不幸地咧，佢就两年前佢咧就因为中风，咁咧就而家咧就即系停止咗演艺嘅工作，咁咧就即系生活就冇咁好啦。咁咧就佢本身咧以前两年前咧就即系以前咧就即系个健康啲嘢，跟而家中咗风之后咧就即系身体就冇咁好啦，咁样咯啊。咁啊呢个就系今日有。睇到新聞咁啱見到啊，咁啊同大家講講咁樣咯，同埋佢瘦咗好多啊，體型你知道佢以前大隻噶，你有睇嗰、那個係嘛肥肥地大大隻隻咁樣啊，你有睇食神你就知道就係嗰陣時就係佢即係舊時嘅身形就係咁樣咯啊，咁啊而家就即係希望佢健康啊早日康復啦，即係身體健康咁啊最好啦，係嘛？咁之后咧，仲有其他新闻系讲啲咩咧？吓、就讲咧就泳池，大家知唔知咧？泳池咧含有几多尿？咁咧就有单咩加拿大嘅研究啊讲嘅，咁咧佢话一个唔知咩，佢点样量度咧？佢就话咩喺一个奥运啊，即系专业池入边啊嘛，咩咩喺度做嗰啲样本啊咁样。奧運呢個池入邊咧，佢話咧就好偉大嘅。咁你自己有個印象啦。我諗同你平時一啲泳池咁大咁上下啦，咁樣咁咧佢就話有幾多成個池入邊含有幾多尿液咧，咁樣咁啊個數字都好驚人嘅，就係75公升。就一個泳池入邊咧就有75公升嘅尿。咁點解？咁你諗下，咁啲尿邊度嚟？一定係人屙出嚟。即係一個咁大嘅公共泳池入邊咧，就你諗下要幾多個人瀨尿？即係唔係瀨尿嘅，即係喺泳池入邊偷屙先又可以去到75公升。一個人屙尿平均一個人，科學家有冇講啊？平均一個人屙尿大概有幾多？每次有幾多毫升啊？都冇可能一升啊，係嘛？大佬你自己諗下一升有幾多？一升是讲紧嗰啲汽水，咩可乐嗰啲劲大嚿嗰啲，嗰啲先有啊成支，你冇可能屙到咁多啦，系嘛？黐线一屙咁耐，冇可能。咁你所以你话75公升咧，就已经系集，即系证明有好多人偷屙尿。后屘之后佢话咩细池咧，即系细池咧，啱啱嗰系奥运专业池。咩细池咧就咩30升，个浓度仲高，仲多人屙。啊！你点睇？哇！有啲人咁黐线，我记得啲兄弟话咩去亲泳池顺便屙埋，费事行多转。即系你意思，你只去屙埋系指入去泳池先，之前就屙咗尿先系嘛？咁啊啱，咁啊啱嘅，系嘛？你咁嘅即系喺泳池屙尿屙屎啊，肯定唔得啦！喂，大佬，公众卫生啊，黐线，落几多氯气都冇用嘅，大佬。啊！殺唔到菌啊，或者點？要有道德，一定係咁急尿啊！即刻上翻水，我唔好啊貪方便靚啊，可惜啊，爭少少啊！啊，係啊，咁啊有呢啲咁嘅問題咯，咁啊即係泳池就。通常都係有難免避免有，即係你話好難確保個水質咧就超乾淨嘅。咁但系就尽量希望即系大家嗰个公众卫生嗰个意识要有公德心，咁啊，即系大家都想喺个良好嘅环境下游水啊，都唔想咁，哇，有冇可能咁都救到？啱嘛？所以就系咁样咯。跟住咧，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就讲咧嗰个而家嗰啲咩过期，即系有啲人咧有一个研究，诶，有机会啦。好。我话俾你，我又要靠呢一球追翻球先。好，啲友好惊喎，喺度估紧我会点射。哎，是但啦，估唔到嘅。bang 个字咩拉屎嘢喎？喂，黐线咁靓都喂，个角位嚟嘅，你有冇见到啊？飞过人墙咁都够到，呢一球正常应该要入啦，系嘛，大佬？有冇可能啊？个笼啊，劲到咁，黐线啊！淋完衫都救唔到啦，啱嘛？黐孖筋，俾我入一次得唔得啊，大佬？射得咁靓，已经系中笼兼，唔好话中笼啊，已经极度刁钻，个力度又啱，都唔得，系咪黐线啊，大佬？吓、啊？
芝麻筋，比耶碧河啊！几时先可以入到一球啊，大佬？好嚟啦！跟住咧就啱啱讲到边啊？讲到阿食最近有啲研究，有啲研究咧就系研究食品嘅，即系有啲人咧就话啊，即系你我哋食物咧就会有一个似日期前食用嗰个食用标签。咁啊，有啲咩好处咧？就系、是、哦，即系逼一啲即系产品一定要自己，即系食物制造商你要自己咧就研究过啊，我哋食物咧保存期几耐？即係要提醒市民，咁啊防止市民咧食嗰過期食物啊、中毒啊等等等等，咁啊係一個好事啦。咁最近有研究咧，就研究佢話呢嗰啲食物標籤咧係咪真係咁準確咧，定點咧？咁佢就會喺度測試嘅。咁啊將一啲過期嘅食物咧就照射，咁喺度試下咁樣啦。咁咧就佢就話其實咧佢話測試過之後咧，佢大概咧佢就話係一個指引嚟嘅啫。佢話根本咧就唔係一個絕對 deadline。咁啊佢話咩過期少少，咩一個禮拜咧，佢話應該都冇事。佢話佢試食過，咁又試食過啲咩咧？佢話點解佢會咁試咧？就以前試過佢屋企人又咩啲煙肉，咩過咗期衫咋，即係覺得好似好嘥喎，又未食，不如照煮嚟試啦咁樣。跟住佢話試下煮完。又舐舐脷喎，又冇咩，有咩冇咩問題，咁咪照食咯。OK， 咁啊，自此佢啊決定的起心肝咧，就會喺度試咁樣。咁咧，跟住咧，佢話試過啲牛奶咧，好似變壞，嗰個變酸。咁咧之後咧，但係佢又黐線，佢又夠膽。即係如果奶咧，我就坦白講，我都唔係好敢去咁樣做啊。即係亦都我都唔係好建議你哋，即係好，即係可以好高細菌或者可大可小啊。咁咧就咩奶變壞，有啲酸酸縮縮臭臭地，依家佢咩照攞嚟煮嘢食，跟住咩報紙啊寫咩大快朵兒，我黐孖筋點樣大快朵兒，諗起都想嘔，即係諗起嗰啲酸奶臭味，哇點頂啊大佬！跟住佢話咩好味，佢話咩其實呢啲叫酸奶，佢話咩仲正，佢話啱啱開始唔知煮意粉定乜鬼嘢，唔鬼記得咯。黐線，跟住佢話咩啱啱咩，佢話咩熱，總之佢話咩煲滾啦，佢話可以懟得死啲細菌嘅。佢話你臭咪臭咯，跟住照咁樣，類似係咁樣啦。跟住佢仲有試好多啊，唔怪得菜啊話咩爛嗰啲啊咩切鬼咗佢，咪剩翻嗰啲好嘅咪繼續食咯。跟住食唔曬仲可以擺入雪櫃添，跟住咩再食，類似係咁樣啦。入嚟真係俾人逼害，已經可以好肯定今場係咁樣。咁總之就係有咁嘅情況。跟住佢最耐佢有一個挑戰嘅，係黐線嘅。咩有一樣嘢咩唔知咩醬料過期咗十幾年，跟住有咩佢係呢個佢究極挑戰，跟住照煮啊咩好可口，佢話咩好美味喎，仲正，即係類似咁。之後佢話不過佢話呢個醬料咧，佢話煮嗰兜嘢，我唔知煮乜，唔記得啦。咁佢就話咩佢先生就唔敢食嘅，佢話拒絕，即係拒絕同佢癲。但係佢平時就好中意偷偷地揾佢啲仔女教飛嘅，即係嗰啲咩臭奶、煮意粉定咩咧，就咩喂俾啲 BB 食，咩一家大細咩小朋友大快朵兒咯，我就記得有呢啲咁嘅嘢咯，係嘛？好，跟住咧，我醒起咧有一樣嘢嘅，即係呢一個過期嘅嘢咧，令我諗起以前有一個日本節目叫 V6。咁 V6 咧，日本節目有講啲咩咧？係好黐線嘅，就又係有講牛奶，佢話咩過期幾多日嘅牛奶，即係喺度飲喎，黐孖筋！我睇到嗰集真係精神有問題，我覺得精神虐待。一開頭第一日即係過期一日啲奶咧已經係臭噶啦，即係佢仲過期不得止咧，佢仲係要開咗蓋。黐孖筋，即係你知嗰啲玻璃樽牛奶咪上面有一個石子嗰啲咁樣嘅，佢開咗蓋。跟住咧，第咩唔知有一個叫咩井之源，好似 V6， 跟住咧喺度鬥，咁咧就一開頭第一日已經喺度飲啦，有幾個 V6 好似全部成員喺度飲嘅，跟住咧就第一日已經有啲人頂唔順，話咩唔可能再接，即係臭已經唔飲，跟住去到唔知玩到後來係咩過期15日，見到有啲黑色一點點喺牛奶入邊發咗毛，有啲毛菌入邊，哇極想嘔。
即隔住个 mon 真系都闻到啲臭味，已经见到极想呕，即系见到佢哋饮到想呕定乜鬼嘢，但系仲继续，最后极最癫嗰条友就饮咗18日定咩，即系开咗盖18日嗰个牛奶，哇，好恐怖吓、啊！你点睇？咩日本综艺好好笑啊？呢啲揾健康教飞又唔好笑、啊，大佬，我啊睇完好不安。極度唔舒服都唔係好敢飲牛奶，即刻我見到啲牛奶就即刻聯想到係咪開咗蓋10多日咧，都覺得好唉。仲有啊，哎呀，可惜啊！你點睇啊？你有冇睇過呢一集啊 ？V Six 啊，有咩飲過 ？V Six 係有邊個人？有邊個成員啊？V 色世啊！你当好似咩 John 咩日本仔专尼事务所有好多男团咩阿拉斯咁，你当之前就有 V 色同咩 Tokyo 嗰啲咁样咯，就系、是、阿专尼事务所捧嗰啲男仔，又有咩假节目效果嚟？咁唔知啊，但系我睇落去都好不安，话我可能佢唔系真系饮嗰啲，但系好唔舒服啊！俾几多亿都唔会饮啊！有啲人话。好难讲啊！你如果话成仔话我而家俾你，只要饮呢一个过期15日牛奶，好啊！我所有将嗰啲楼俾晒你，嗰股权俾晒你，你饮唔饮？可能你都会饮啦，吓系嘛？俾少少你都饮啦，唔好话俾晒，俾一栋楼你啊！你可能都话好，即刻饮，我饮，即刻咁样怼落去啦，吓、啊！系就专下先啦，辛苦各位队友啦，啊！继续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用 Uber Eats 咧，你下载呢个咧就嗌外卖咧，就有一个半价优惠码嘅，就系、是、TATGOR TAT 哥，咁你又享受到半价优惠。请等等，我哋要转个台先，请等等啊，转个台先。
边位生日啦、啊？马志雄生日快乐 ，Gary 祝你考试成功。仲有边位？麦永恩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 ？Sammy 生日快乐，仲有咧？仲有边位？哇！云云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陈建峰生日快乐啦，仲有边位啊？月桂叶生日快乐，仲有边位？杜玉婷，祝你新工快乐啦！大家生日快乐啦！仲有边位啊？祝妈咪妈咪生日快乐啦！好，好。我哋上回玩到边啊？玩到即系知道晒嗰啲衰仔啊！系玩咗邪教任咯，跟住见到三个精几个精神病人喺嗰个马路度系咁兜嚟兜去，呢一条街系做戏俾同生一马睇嘅，全部有啲人就话啊唔识阿瑶，其实全部都识嘅，因为就全部隐瞒夹埋咗成条村嚟玩我，系嘛？全部都系演员嚟嘅，我话俾你听。演员阵啊，你点睇？黐线点解咧？因为佢讲到阿即系瑶咧，就系、是、一个外省嚟嘅女仔，咩又这么可爱，好足喎。咩呢条街咧人见人爱，车见车载，个个人都识佢。跟住咧嚟到嘅时候咧，问边个有冇见过呢个女仔啊？个个唔识喎，三唔识七喎，唔知喎。咁啊出现咗矛盾嘅地方，哇！呢度有正嘢喎，几多有人喺度欺负紧人。好、哦、咩事？哇！踢空气假怒啊！喂，做好啲咧！有得踢空气好假喎、啊！你以为走得甩啊嘛？谂得过瘾啦！面仔啊，想得美啊！真系唔似样啊！阿成企起身啦，同我交代啦！啊，喂，咪住喎！嗯？啊？你見緊的大叔報咩啊？大叔你睇咩啊？我唔知係咩，但夠啦，同我識我兒子啊！你咩人啊？你會扮冇嘢睇啊？睇唔到咁咪 OK 咯，不傻啫。大丈夫か？喂，你冇嘢啊嘛？ダメだ。大叔，快過嚟啊！逃げてくれ。你快啲走啊！呢啲人系，冇事。睇住啊！トロクセオヤジ見てる。我见到啊，好样衰嘅大叔咧就好不爽。你哋系咩人？我哋啊，我哋咧 ，Justice 啊 ，Justice，Justice。我 Justice 嘅孔明。大叔，你唔使同我哋报名好啦，反正你马上就落地狱。同 Justice 为敌，睇下会点啊？你试下啦。Justice 又话系咩执行公义？呃鬼食豆腐，嗰度有啲有点红点啊？咩意思啊？我坑佢嚟嘅，我以为有啲咩呃鬼食豆腐棍啊！勾落去，捉落去，氹氹就系好白痴。呢一招系弱智招。有冇得修正个笔屎啊，大佬！每次咁样揈落去，一啲都唔爽快。过嚟啊！睇下咁样就爽，一嘢走埋 ，bang！ 咁样呢啲就爽快啦。好，单车极，刮铁一丝一病。好。跟住咧，跪低晒，哇！得救啦，得救啦！好嘛，喂，你记唔记得起身啊？哇！但系话隔篱嗰个人啊，即刻走佬扮嘢，哇！啲市民真系好，
哇！啊，大叔你真系犀利啊！你見せた方が良さそう。最好快啲睇下醫生先啦。唔好講你啊！快啲離開呢度先得啊！ジョーさん，阿成，點解啊？點解離開呢度？好慘啊 ！Justice 嗰啲人，佢會做呢啲咁嘅事？お前。你系呢个人嘅同伴啊！哎哎，你系咪救咗阿成啊？哦，多谢你。你话唔使多谢啦，唯有追兵啊，你啊烦啦，你先带呢个人走先啦。哦好，哦有间铺我哋聚集地，我带你哋去嗰度啦。我明啦，佢跟埋去走做咩？有人哋吓傻傻地。哇！即刻攤喺度，冇諗過你哋會將呢一啲地方做基地。我妹喺呢度打工嘅，老闆都好好人，係我嘅朋友。我唔記得我將你當成朋友。哎呀，真係啊！次次將人哋嘅母樓變成聚集地點。同生先生，唔好意思啊，哥哥佢哋好似俾你麻煩喎。我覺得呢只 game 咧，十個有女九個女仔都係著呢啲黑絲，你有冇發現啊？哥哥，快幫阿成買止痛藥啊！你有冇留意到呢样嘢？哦，同生先生系嘛？我自我介绍下先，我叫正男，我同阿成啊，唔系，我同成岛念嘅读嘅同一间小学。我一年级嘅时候咧，成岛咧就系六年级，对我哋嚟讲，阿成系传说中嘅不良少年。早排啊，佢啊翻翻嚟啊，久违嘅美道嚟。嗰阵时啊，地方上嘅古惑仔咧都为呢件事相当疯狂。阿成啊，去咗东京，做乜翻名堂嚟嘅名堂？佢系咩啊？神神的创建咗 Justice 呢个庞大组织嘅人。妙啊！我知道，你想讲啱啱阿成嗰啲人明明就系 Justice 系咪？系啊，我哋都未听过呢件事嘅详情。不过阿成，好似离开组织嘅时候咧，有啲纠缠不清嘅样。所以有十几个 Justice 嘅成员，如果阿成咧要做个交代，我特登喺神室丁追过嚟嘅。之前我喺神室丁都见过呢啲人啊，呢个系叫 Justice 嘅人，到底咩人嚟啊？原来呢啲系神室丁嚟嘅。啱啱多谢你啊！如果冇你啱啱喺度嘅话，呢个时候真系唔知会点啊！你救命恩人，不过。因为救我，我谂可能会令你自己遇到啲麻烦事。你都俾佢哋啊，俾 Justice 嘅人盯上啦。点点点，佢咁劲，传说黑社会俾两个废柴打到一扑一碌啊！啊，有冇可能啊？做戏啊？咩话？同生先生，呢神神丁有同孔明？系啊，我见到嗰两个中二病嘅人。系啊，孔明系 Justice 嘅智囊，算系老大江田嘅左右手，罗斯傅。佢都同孔明一齐嘅，叫咩幻羽人？唔知咩嘢 ？Rainmaker 呢个落金雨嘅男人，而家系神室丁年轻人嘅大老大。而家 Justice 就聚集咗一大群人仰慕佢，想大展身手嘅年轻人形成嘅大势力。但系 Justice， 我哋啱啱创立嘅时候都唔系咁嘅组织嚟嘅。中间发生嗰啲事，令到江田同 Justice 都变咗，如今只系个帮派团体嚟嘅啫。所以你就离开咗 Justice 啊嘛，即系意思 Justice 变咗系黑社会咯。其实都系，佢本以为追兵咧，点样都唔会跟嚟美道啊，广岛呢一头。不过太天真啦，啲未显示号码来电，应该啱啱嗰班友。傻仔换号码啦，低能仲用呢、這个。Joda， 我系阿成，仲得闲同人倾电话。我知，唔系阿妈嘅大叔，系冇怪系路人，佢完全唔知 Justice 嘅。咩话？喂，等阵啦，喂，等阵啦。Joda， 阿成，佢哋绑走我你个妹啊！阿妹，吓、啊。恒子，唔系啊嘛。佢话咧要平安过去嘅话，就带同生先生过去。吓、啊，我知道啦。
打去佢哋嗰度啦。你明白目前咩状况啊？即系你话要我带路去佢哋嗰度。啊，对面啊 ，Justice 啊，我谂你讲100人以上，我话俾人怼冧啊，你知唔知啊？意思话系对手系10人就去救，100人就唔去救啦咩？你嗰系人哋个妹嚟啊！我唔会用呢啲咁差嘅依据落判断，我睇唔过眼嗰啲人，攞女人嚟做人质啊啫！我去call嘛，睇下我call到啊呢度啲蛊惑仔有几多，call几多，讲清楚，佢哋系日本最大嘅帮派，有冇搞清楚呢一点啊？因为对方系最大嘅帮派，我都唔中意用呢啲咁差嘅依据嚟下判断啊！将你牵连入嚟真系唔好意思，之前同你讲呢啲咁嘅傻仔嘢、冇骨气嘅说话，听佢同生先生仲有你嘅说话，将我点醒咗啦！我哋要去救杏子，请你帮我一把啦！哟，我即刻咧，即刻 call 码，同生先生准备好嘅时候，麻烦同我讲一声。我知道啦，我记得。啊，唔使准备，拜，即刻去。喂，有得食嘢喎，食个饭先。喂，啊，干喉星，好，有啲咩食啊？红酒啊，我喺之前法国包话煎鸭肉，罗西利，哇，鹅肝，罗西利原来就系鹅肝、龙虾，话有啲咩马菜鱼汤，哇，法国菜嚟嘅呢个，食晒佢先，好，接接接，无法选择更多啦。睇先，好啦，就咁啦。哇，好正，我都想食法国菜，舐舐嚟。白酒、红酒、自制法国包、煎鸭肉、哇，马菜鱼汤、绿沙律，哇，嚼嚼嚼，哇，成为调品酒品师。好，舐舐饮饱食醉啦。佢应该请我食饭啦，系嘛，大佬，系嘛，啱唔啱啊？帮手啊，你唔系啊嘛？识做啦，大佬，帮你要劈友，都要俾钱我啊嘛？请食餐饭，化劲的精髓，一化劲完即刻揿三角，一定要出呢一次夺取的精髓。好有呢啲又虽然唔系话好型，但系多都好嘅，学多怒龙练，怒龙练拳，以预模式间处理之后揿三角，我最中意出极，出多啲又有冇啲新极？冇啦，学晒，获得经验值提升一定要啦，呢啲咁啊以后升 level 啊快好多，敏捷嘅经验值，跟住咧，嘟嘟嘟嘟嘟嘟嘟，仲有冇咩可以升？诶，伙伴成长速度唔知咩嚟，学咗有见嘢揿。我有伙伴呢只 game 咪有伙伴呢样嘢咩？从来未听过。唉，是但揿呢啲东，咣咣咣咣咣咣咣。点解热血量冇得提升啊？吓，好用晒啲点啊，经验值不足，咣咣咣咣咣，好搞掂，可以啦，直抽啊！同生先生，我哋可以出发啦，可以一齐去嘛？可以，可以了。啊，呢个都真系嘛？好，大家出发啦 ！Yeah！ 呢间铺子啊，有神秘箱啊，好啊，数量相当多啊。对方咧已经谂到我哋会 call 码噶啦。但系我哋都凑到啲人数，虽然数量占劣势，但或者我有啲作为嘅。我哋用优即系质量取胜呢场家系属于我哋嘅战斗，我哋尽可能咧唔想将同生先生拉入嚟。但系老实讲啊，我哋系东拼西凑嘅团队，即系好似一盘散沙咁，咁样不假思索咁正面冲撞咧，应该会输硬。所以希望同生先生做我哋大佬，好似指挥官一样指挥我哋。佢又知道我识劈友啊，指挥洗閪。佢系咁讲，系嘛？我指啊，指的，我系观察战况，下达指示。我平时唔做呢啲指挥嘅，我通常一个人直抽，不过我知道。Justice 系你嘅敌人，要亲手做个了结。Yes， 好出发啦！喺佢手上抢翻啦，恒子，我哋一定要赢啊！
佢系咁读啊，大佬，我照样复述，咩事？又喺度讲咩？好嚟啦！我呢啲咁嘅乌合之众，哇！我啲人都好乌合噶，睇个样咋？要识哇！啲打气劲差，好冇斗志。哦，系咪？我哇咁多人啊，你哇十八铜人阵咁嘅 feel 喎，我咧。激光坏蛋集团 Justice 吧，何为帮派创造者？以同身为领导人组织啊，以及坏蛋 Justice 呢两个组织将展开多人混战群 B， 指挥伙伴喺群体团队中获胜。帮派创造者有许多个性角色登场，向伙伴作出正确指示，带领团队迈向胜利，培育巨大嘅组织啊，即系建立黑社会，限制内营，巴巴巴，即系时间内狂抽啊嘛，下图三一边指挥。好，適當地出擊，咁圓圈就會出擊，會消耗出哦，即係出兵三國志大戰，因為都係世家，跟住有啲係成本啊，有分嘅，可以派多人出擊，相對戰鬥力低，圍毆人，但係勁嘅人咧又勁，即係可以一抽幾咁樣係嘛？好，有分職業嘅幹架兵啊，就平均型嘅，跟住咧槍兵又可以遠距離發動攻擊，怪力兵啊，體力高嘅肉盾，即係攞嚟擋手槍。突击兵攻击力非常高嘅敢死队，炸弹兵我系打大范围，三国嘅爆尸，哇咁复杂嘅而家玩紧，真系三国自大战喎、啊、黑社会都唔简单，好开战，咁我要出咩兵啊？圆圈开战，好嚟啦，好出呢啲傻仔先，好出多几个，好嚟啦，上啊各位兄弟，呀挂噶挂噶，好。解啲肉菌出嚟先，好，我要 call 呢一个咩自愈的精髓，补血帮你哋，好补紧血啊，我又可以 call 呢一个劲人，呢个人有咩用啊？出勤足，出击足，好，继续派啲臭靓呢啲，喂呢，喂成只龟咁啲肉菌我叫嚟都系废，我根本冇远程部嗰啲攻击兵，吓、啊？好，继续出啦，唔使讲咁多，我可以咁样叫，我直接叫佢哋去到咁远得唔得？好嚟啦，打上啊，全部人，哇一个人，哇啲僆已经冲晒上去啊，佢哋先系乌合之众。好嚟啦 ，boss 准备嚟啦，即刻 call 大佬，双腿飞踢击，啊双腿飞踢击，喺边啊？我都唔知道出咗未，有冇出到啊，大佬？未出，因为佢未到，我啊出咗劲啊！喺呢度啊，嗰、那个契弟 ，DB 仔啊，好，可唔可以再出劲啊？治愈的精髓啊，死咗啦，都未好好挖了解好啊，死咗，吓鬼知咩？佢叫我揿极，平时有得揿就揿啦 ，DB， 踢空嘅 ，yeah yeah， 全部好开心 yeah。赢都咩啊 ？Yes， 哇呢个好白痴，呢啲系黑社会嘅，耶耶耶咁啊拍手掌，好有经验值，一般兵，哦佢打赢人佢升 level， 阿成居然阿成系最高 course 嘅吓，双腿飞踢，俊泰冇招啊，废柴嚟，呢个都有得补下血，正男都劲嘅，吓。关一马咩事？指挥啊，吓佢而家系指挥，指挥日文点读啊？你哋读一次，吓吓，听住啊。桐生さん、ナイス采配です。ナイス采配ですか？佢就系咁样讲。我指挥，你哋要系咁对我动手啊？你哋得噶啦？呢个知道我哋 justice 系嘛？我成千人嘅军队啊，你哋唔系打得赢噶嘛？你哋谂住我哋接咗上面嘅直接命令，对冧你哋，我哋就惨啦！佢喺度直接抽啦，到我打啦嘛？虽然唔系好想用呢啲危险嘅嘢，但系都冇计啲啦。我嚟坐镇。但系我的身体生疏一段时间，俾我运动下啦。况且我都睇唔惯咧，呢攞女人做人质嘅契弟。本来叫 Justice， 我怼冧你哋啊！好，哇，终于有得打啦！啱啱学嗰啲咩招？睇一睇先，咩咩？哇，死仔包啊！
强化能力，睇一睇多次啲热血动作先。啱啱学咗个咩极啊？老龙练拳，草气，我化劲，化劲嘅极啊！我哋一阵开枪，过嚟啊！化劲，打我啊！屈死仔爆，呢啲系咪易啲化？屈死仔呢啲系咁啊！开枪，你个懵嘴，过嚟啊！极，掹断你支枪。bang， 系咪关噶？关噶，冧完啦嗱，一嘢车落去啊！打过嚟啊，突破啊！快点强加我，好白痴，打我啊！哇，极废，突穿，哇，佢哋会死嘅，睇下，我都唔使出招，哇，极抵啦，化劲之极，一嘢踩落去，哇，好冇逼力。咁辛苦出到，原来就系咁简单。好，これでもう後戻り。翻唔到转头咯，我已经决定啦。我打冧 Justice， 然后叫玩具人 Rainmaker， 令到玩咩光田清醒。我同佢 Rainmaker 光田以前系好朋友，每日都喺神室町一齐玩。嗰阵时神室町入边啊，到处都系叫彩联帮嘅帮派年轻人，好似啊血眼帮、Bloody 咩 Blue 二石，全部中二病。呢啲人统称叫彩联帮。当时神室町啊喺彩联帮啊话事，冇加入佢哋嘅人咧，冇可能喺地方轻举妄动。佢哋好似觉得咧冇加入。彩联帮嘅我哋好碍眼，佢哋开始啊当我哋眼中钉，打我哋嘅同伴，仲开始恐吓，硬系要加入啊，逼人哋加入呢个彩联帮。我同江田冇办法原谅啊，彩联帮嗰啲人，佢谂个办法对抗嗰啲组织。嗰个就系 Justice 啊，不过而家都变成好似嗰阵时彩联帮一样啦。一个废物嘅黑社会，所以要摧毁帮派嘅团体啊，变成个黑社会啊嘛，真系讽刺啊！咁点做啊？我咪怼冧 Justice 啊！我哋你已经对佢哋出手啦，神室町嘅 Justice 唔会坐视不理，可能六狂人就会出马。咩啊？咁中二病嘅又系，佢哋系 Justice 嘅干部，系江田啊，为咗将 Justice 呢只更强嘅组织请嚟嘅几个打手，佢加入之后就阻止唔到啊 ！Justice 帮派化变咗黑社会，就我推测，佢每个人都应该有唔输俾童生先生打交嘅身手。吓、啊，同生先生一样咁好丑啊，好夸张喎！六狂人，黐线！我谂起一样冇问题，佢话喺神室町系嗰啲靓仔话事，咁即系东城会系废噶啦，俾人钉，人哋喺你嗰度起字头，又话咩都而家系日本最大，即系你真系废啊！东城会系垃圾，即系俾班后生仔，我话你班友做咗咁耐。堪称嗰个咩全日本啊几个大黑社会咩东城会咩近江联合，哇废到黐线，六狂人都到齐啦！今日发生咗一啲咩事？呢个就孔明，孔明你讲一个样似边个？有啲似成龙，呢个似边个？哇！有咩问题？好忙啊，快啲啦！就系成员俾警察拉咗系咪啊？喂，孔明，为咗呢啲理由 call 马，睇我会唔会打扁你？我全部都好似系香港人样嘅罗师傅咁样，你点会知道啊？我听讲你擅自叫人去追阿成喎，啊？喂，孔明，你咪太自作主张啊！宫田讲过唔好理阿成，你咪唔听佢命令啊！妈，好啦，有咩关系啊？组织から足を抜けるには、本来就系要付出相当嘅代价啦。それは呢一点，就算阿成系 Justice 嘅创团元老都不例外。Justice 系算个大组织，如果要做了击嘅时候唔做，就会教坏啲细噶啦。啊，確かにな。啊，系啦。我真咩事啊？先讲结论先。阿成怼冧咗我哋派过去嘅部队，
妙啊！阿成离开我哋之后，就翻去老家美道二。佢当地似乎有同伴帮佢嘅样啊！呢个咪小事喎、啊，孔明系重大失误喎、啊，关你仲话自己叫孔明，佢咁啊毁咗我哋 Justice 招牌，对住好似成龙呢个吧，个样有啲似。哇，呢啲系君子金，唔好意思，我一次未到啦，又系我啊，好啦好啦，不过多出嚟嘅钱我就会收入自己嘅袋噶啦，随便。但身为六狂人，又唔可以失败噶啦。如果你冇做完啲事情嘅翻嚟，会俾人打落你一身教训。如果失手嘅话，你应该唔使翻嚟啦。Justice 嘅规矩就系咁啦。我知道啦，啰嗦啦，唔使咁担心啦。我执个行李，买本旅游书先。啲钱执啊，白痴！你居然够胆喐手啊，阿成啊！中二版罗斯福，系啊，佢个样又好似罗斯福。第一次睇嘅时候就觉得劲似啊！数百万当艺衰，梗系啊！佢个动作就系咁 super， 之后一嘢揈啲钱啦，设立新嘅团队啊 ！Justice 肯定会派六狂人嚟揾我哋啊！为咗对抗佢哋，我哋一定要 call 嘛，足够嘅人手先得噶。好，等你知阿成做大佬嘅新团队变成比 Justice 规模更大团队。喂！大佬唔系我又揾我做大佬，梗系啦，唔系我点解帮你啊？同生先生，你揾咗我哋嘅大佬啊，梗系佢扮推我嚟噶，我吓扮晒嘢，梗系佢又会做呢啲危险啲嘅一定要嘅行为。即系成个庞大团队，但系我最唔识咧就系管理或者带人噶啦，我即抽我咧，就算系而家系我，即使担任高位，都系带领唔好团队嘅。要打赢 Justice， 无论如何要同新先生你嘅力量啊！拜托，帮个忙啦！お前の気持ちは分かった。明我明白你嘅心情，但系我其他事干做啊！我身为男人，都想加俾个交代，只我想令江田佢清醒过嚟啊！嗰个人系我重要嘅好朋友，我唔可以放任佢。行差踏错唔理啊！道を外した行差踏错嘅好朋友啊，谂咩阿锦啊嘛？佢想讲，我明，我帮你啦，将头抬起嚟啦。同生先生，多谢你。再麻烦你，多多关照啦。啊，系咯，呢个团队改咩好啊？要似 Justice 咁用英文啊，鸡肠啊！仲要改名啊？梗系啦，要起朵啊嘛，啊，梗系要为每个团队起名啊，最好好威风嘅。好似用 Justice 咁用英文好啲啊，系啊，啊系，不如大佬我落决定啊。我系啊，呢个龙生先生大佬特遣呢一点嘅话，应该会好啲嘅。哇！例如第一个字母叫 K 2016，同生为新君。哎呀，又好似啊，好麻烦，好老土。加我个名嘅团队名啊，叫同生会话，即系根本就立晒成个会。同生会，冇咩组织嘅话，唔系大多叫咩总或者咩会嘅咩？冇咗，都似黑社会喎、啊！你根本就黑社会，你扮咩啊？唔系唔错啦，其实讲讲都系挂羊头卖狗肉。哎，大佬讲得冇错，就咁成立同生会啊！一定要对立 Justice， 守住我哋主将美道同埋同伴，令江田可以清醒起嚟。下好啊，好位置啊！真系啦，又收多一个帮会，狼子野心出晒嚟，已经收咗两个。啊，我知佢做大佬啦。哇，具体嚟讲应该点做？你熟过佢哋啦，哇，大佬扮咩啊？啊呢边咧想要请同生先生，好似支持嘅，
对打时指挥我哋。仲有，希望你可以整顿啊，同生会点样整顿啊？目前虽然声援咧冇几多，但我谂咧日后咧会越嚟越多啊。呢一群人咧，东明西凑嘅年轻人，应该好难统领噶啦。所以我希望同生先生发挥啲大啊年长嘅经验，将呢个团队咧带得井然有序。喂，你俾晒啲嘢我做呢个有限度啊！我系大佬嚟噶，啊，你知唔知啊？你可能会变成我之前啊踎过嘅组织咁，冇所谓，啊，点都冇所谓。但系龙生先生，你之前喺咩公司做过啊？黑社会啊，商业机密啊，冇所谓。都麻烦龙生先生以你公司嘅风格整顿团队啊！想出击或者编组团队嘅时候，就攞个声啊！好，龙生先生，多谢你啊！之前救咗我啊，唔使在意嘅，好事就好啦。系，我哥哥佢哋啊，好似硬啊将你牵连入嚟，真系抱歉，又食又叻啊，又沟埋呢个人哋个妹，冇办法。既然接受咗咧，我都会谂办法嘅。不过佢要带啲咁后生嘅团队都系第一次啊，要点样抗争同伴呢？啊，呢件事老板可能会好清楚。老板以前咧曾经一个啊大黑社会嘅 boss 嚟嘅，有经验啊，系咪啊，老板？喂，咁样讲得好难咧，我要告你造谣破坏生意啊！真系啊，龙生先生想要啊，为团队增加同伴啊，但佢唔知点冇啊。同伴好简单啦，揼佢一镬咪得咯。揼系啊，呢一带到处都系有精力无处发泄嘅年青人啊，呢啲系乡下地方嘅缺点啊，呢啲人自以为好犀利，想同强嘅人打，所以如果同生先生打佢一身啦，知自己几强，佢哋肯定死心塌地跟你啦。吓，好粗暴啊！同生先生，你应该好识只抽噶啦，有打交经验嘅人啊，唔使打一睇就知道。佢哋系渴望打交嘅人，一见到你啊就手痕，啊好想同你只抽噶啦，系咩？我唔系好清楚啊。そうです。系啊，见到我而家都有啲想打你一身啊！你太样衰啊！喂，老，老板唔好咁啊！啊，讲笑啫，你就试下喺街度乱咁行啦，我都会见到噶啦。我明啦。喺尾道存在住好多打交强者，怼冧佢就可以叫佢加入噶啦，啊，就可以踢佢哋入会，系、嘛？周围揼人，即系其实同黑社会根本冇分别嘅，就系、随便打人啊，加唔加入？唔加入咪打你一镬咯。真系咁简单，系嘛？而家几点啊？差唔多咯，因为我眼睛要休息，唱埋首歌差唔多完咯，吓、真系好黐线！我同生今晚真系贱到，即系讲真系，即系点啊？丧尽天良噶啦，吓、一系试下揼一个人啦，揼一个揼埋收工，咩随街喺边度揾到啊？呢啲强者。墓地出现盗墓者，好可怕哦！地图会唔会有显示啊？呢啲系咪强者啊？睇落去，你系咪只臭王？唔系，我系呢啲啊！好嚟啊！啱啱正想试一啲招片，话咩草气啊？又话有啲招，诶，佢话有草气期间，好嚟啦！呀点解呀，都系呢招连续失状，有咩咁特别啊？呢招其实都屈技，可以顶到人哋完场，顶爆你！啱啱又话咩草气嘅时候有得咩出击，哇啊揈落街，成日应该就算哇。一日兜落去踢波窝嚟抽射，劲靓呢啊！时间过咗乜？喂，边度有人只抽啊？吓、供奉啊，拜下神先。供奉咩啊？
个脑啊读书，肠胃药，好滚噶啦！边度有直抽王啊？你哋知唔知啊？啊？边有直抽王？咩？记得同餐厅嘅厨师倾偈，佢会加入同生会。直抽王喺边啊？唔知道就算啦。快手打晒增田地任务，随机出现中央大街。中央大街喺边啊？一支波，边度系中央大街啊？大佬好鬼难揾。中央大街在哪？有冇人知啊？美道人哎呢度啊，中央大街，好鬼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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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打多个啊算了，收工。Let's go let's go let's go。中央大街呢个啊？豆腐いかがですか？今豆腐点啊？そこの方。喂，呢个先生系咪要买豆腐啊？嗯，唔好意思，我唔使喎。そんなこと言わずにお願いしますよ。我咁讲拜托啦。うちの豆腐。喂，豆腐。結構絶品ですよ。絕品嚟噶喎。いらないと言ったろ。我都话唔使豆腐，劲啊，黑人憎我嘴脸嘅啦，同生啊嘛。唔系啊，快啲，我如果系你买嘅话，真系贱人啊！做咩咁嘅样啊？嗯？我妈，你去。まさか呢位四区契弟，少你一马。哇！点解老咗咁多？我又冇老到你老咗咁多。好耐冇见咯，嗰阵时保门经济嗰阵时识噶喎。我差唔多三十年前嘅事咯。もうそんなに已经过咗咁耐啦。カムロ町でお前と神神叮到你玩四区这件事，感觉好似近排先发生嘅喎。哇！你睇張相，大家幾年輕，但係嗰陣時大家樣子差唔多，我嗰陣時老過佢添，睇個樣子，跟而家就佢老我幾倍，有冇搞錯？黐線嘅未來，你做咗咩事啊？三十年，我啊冇，我食過，我係用咗神龍定咩回復青春，我都有啲感覺啊。不過一馬你老好多啊！啊，我完全睇唔出邊個老啲啊！俾錢俾錢啊！你都冇以前嗰股霸气，我个样子根本冇咩变。啊，人系会变嘅。啊，但系冇谂过，系真系冇谂过。喂，呢度再见面，你呢度做豆腐生意，嗰间铺啊入边已经拉咗闸，系咩借人哋啲铺定点？我退休之后咧就啊翻老家咯，广岛。诶，一马你系咪嚟旅游噶？唔系，我啲事情我喺呢度啊，喺度一阵嘅。哇！次得阿咪嚟食个饭或者Hey Daddy， 哇！呢个人呢个咩啊？你个仔啊？我嚟介绍啊！呢个仔叫奇豆，系我个仔啊！四哥契弟有 B B 有细路啊！记得嗰阵时仲系个处男，话咧几处啊？你个童精嚟噶啊！唔好咁讲。Daddy， 呢个人系边个啊 ？Who is this dandy man？ 呢个叔系老豆以前嘅啊四区伙伴，佢叫一马。哦，一马叔叔啊，你好 ，Nice to meet you。哇 ，Nice to 啊！哎、又唔识英文点串？呢个细路好犀利，咪吓亲啊！因为我哋屋企嘅教育方针啊，日日都要学英文，英文班系咯。喂，奇豆，咁嘅英文班点啊？因为哦，仲喺呢个地方啊？妈咪。早くしないと英語教室に遅刻しちゃうでしょ。英文班で遅到啦。もう增加媽咪嘅負擔啊。But でも好啊，但係口応えしないの。唔準駁嘴啊，知唔知啊？奇豆，以後嘅時代咧係國際化社會，唔識講英文咧就 out date 噶啦，同你爹哋一樣廢柴做豆腐鋪老闆噶啦。哇，做豆腐嗰個老闆起碼都係老細啊。Sorry。
妈咪，我而家去英文班咯。你明咪好啦。快啲去呢。老公，请你唔好再带坏祈祷好唔好啊？仲有啊，而家喺度啊，喺度倾偈啊，去买多块豆腐赚学费啦。对唔住啊，哇，好惨，四区计弟翻嚟嘅生活仲差。噔噔噔，对唔住啊，阿妈，你睇到咁差嘅画面，我阿妈讲系你太太啊。感觉管得好严喎，系啊，不过佢人都有好嘅地方嘅。佢令个仔祈祷变成出色嘅大人，一路都好用心嘅。如果生成咁嘅大人咧，好似我咁就唔得，唔觉喎，完全冇呢回事。唔好意思啊，我翻去做嘢啦，呢度咪你嗰度咯，翻去边啊？一晚真系好耐冇见，真系开心。你暂时留喺度嘅，就嚟倾下偈啦。我知道啊。买豆腐加油啊，四区契弟，多谢啦。喂，够钟啦，唔玩啦，要休息啊，唱埋首歌仔啊，完啦。芝麻筋，点解四区契弟咁惨啊，大佬吓？阴公猪变成咁样啊，吓？唉，好坎坷，结咗婚之后。娶咗个老虎乸之后咧，就系劲衰嘅嗰个女仔系，跟住又个仔又对佢唔好啊，仔又未至于对佢唔好嘅，但系就有问题咯。唱埋首歌嚟差唔多咯，啊！估唔到唱咩歌啊？点解早退系一眼睛生个眼疮嘛？医生话要早啲休息，系嘛？因为我同埋星期六日我仲要 OT 有嘢做，要早要有排做，做次应该都做成日咧。嗰日就要休息啊！医生叫到，估唔到唱咩歌咧？哈哈哈！呢首歌啊正啊！滚滚滚滚最真的心笑到最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爱的心笑到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真的心笑到最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爱的心笑到最心，我大力咗啲，扑亲都开心，每天都 encore， 不需。煎翻一打超级靓的西多，不需足衣印飞身四边穿梭，但系系开心、哦。哎呀，运动就可健康，食饭就煲例汤，就系、是、不需悲壮。哦，大家去乱撞，愿望令鲜花都开放。好、哦，系咁。猫咪的超级身装，给爸爸妈妈震光，手臂机关枪操壮，壮佬孭得起正杠，要战斗你要够壮，要爱要够放，最真的心笑到最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爱的心笑到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真的心笑到最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爱的心笑到最心，不噜不噜呀。真的心笑到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爱的心笑到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爱的心笑到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最爱的心笑到最心，不噜不噜呀，不噜不噜呀。今日差唔多啦，啊，好好听，啊，咁啊，我哋下星期一再见，系咁先。